大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首楞严经，见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11面，癸山。竭泽迷情。那么，当我们在修学首楞严王三昧的时候啊，我们要把握两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他的一个修学的方法；第二个就是讲到他一个修学的目标。那么，首楞严王的修学方法是什么呢？我想这一点，藕益大师很强调啊，就是两句话。第一句话呢是称性起修，第二句话是前修再性。那么称性，这个性是指的我们众生本具的性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现前一念心性。那么这个称呢，就是有随顺、安住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生命当中呢，我们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你一定要安住在心性，不能安住在外境。为什么我们不能安住在外境呢？这当中有三个过失。第一个，外境呢是对立的。你看，我们只要去这念心落入了外境的事相。马上产生好坏、得失、成败的对立，在对立的世界当中，是很容易去刺激我们产生烦恼的贪嗔的烦恼。因为我们如意的境界产生快乐，就产生贪；不如意的境界产生痛苦，就产生嗔嘛。所以你的心经常住在外境，你一定经常起烦恼，因为你的心住在错误的地方。第二个外境呢，它是生灭的，因为它变来变去。你今天认为它是这样，它明天又变化了，所以弄到你自己啊，觉得躁动不安，弟子心不安。我们为什么心不安呢？我们的心本来没有不安的，为什么不安呢？因为你的心老是注意某一种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它不断的变，你就跟着它变。所以弄到你自己非常不安，是你自己找麻烦。因为外境本来就是变化的，它是业力所变现的，啊，所以你经常住在外境的人，你会觉得自己躁动不安。第三个，这个外境是有限量的。那么你只要住在一个外境来修学善法，你的功德就不能圆满。所以我们。在本经当中，佛陀一再告诉我们，我们的心跟外界的人事接触的时候，记得把心带回家。你一定要安住这一念心啊，生命呢要站在心性的角度来面对生命，用一种历练的角度来面对生命，而不是去用受用的角度来面对生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称性起修，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安住现前一念心性来修学。不能安住在外境来修学，这个观念第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当我们把心带回到心性的时候，应该怎么修呢？前修再性。你这个时候在心性当中呢，要修习空假中三观。啊，前面是强调性德，这一段是强调修德。啊，用空观来照料我们空如来藏。去观察我们这一念心是本质清净，来破除我们的无明妄想。假观呢是照料不空如来藏，啊，我们这一念心本来具足。那么安立种种的假象，来启发我们心中的功德。这空观是破恶，假观是生善，那么中观呢就是一个空有同时、空有无碍的一个平衡，啊，中道了义的平衡。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整个修学当中呢，你一定要安住现前一念心性来修学空假中三观，而整个修学的目的还是在开显你心性本具的功德。所以这个人生只是当做你一个历练的对象，这个就是修楞严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中心思想。生命不是让你来受用的，生命是来给我们历练的，抱着历练的态度你才能够修守楞严王三昧的。那么这个方法掌握以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他的修学目标呢，前面有说过啊，就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所以当我们在修学守楞严王三昧的时候，我们经常用这两句话来检讨自己。哎，你看你一天一天你心中的相慢慢减少了，在人世的复杂因缘当中啊，不断的活动啊，哎，你心中的我相人相减少，就表示你这个人进步了。你心中的功德法增加了，你的慈悲心、智慧心、布施的心、禅定的心，这种善法的力量增长了，这个就是一种进步啊！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啊！所以你如果说越修行，你心中的相越多，那就糟糕了，那就糟糕了。你的心中越修行啊，又修行又是心中心有千千结啊，那你这个方向就肯定错误了。所以我们经常用离一切相而即一切法来检讨自己，哎，我是不是很正确的走在我一个守楞严王三昧的目标上啊？这个目标呢是来检讨自己的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修楞严经的两个主要的原则啊。好，我们看这个讲义的魁三，劫则迷情。那么前面佛陀讲到如来藏妙真如是言善地理啊，所谓离一切相而即一切法的观念以后啊，这个地方做一个总结，来呵责凡夫跟恶乘的心中的迷情啊。我们看经文的地方总共有三段，先看第一段，如何世间三有众生即出世间声闻缘觉以所知心彻度如来无上菩提，用四语言入佛之见。这段呢，就是一个总标的意思，把凡夫跟恶乘的迷情把它标出来。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我们前面说过哈，凡夫恶乘的最重要的迷情就是心外求法，他不管修什么样的善法，都没有安住现前一念心性。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就知道了。如何世间三有众生，这个如何呢，就是藕益大师说有责备的意思，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在有漏的世间当中的三有啊，包括的意有、色有、无色有。那么这个三有，这个有是包括整个三界的有漏的因果。那么有漏的因果怎么产生的呢？其实就是我们众生一念向外攀缘的迷情而有的。比方说意有，他所追求的就是五欲的果报，他为什么去布施，为什么修学五戒，为什么修学十善呢？他心中是追求一种五欲的果报相。那么色有，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清净的色法，他为什么修学禅定，他就是要追求一种清净的微妙的色法，所以他变成一个色有。那么无色有呢，他所追求的就是那一念的分别心，他要的是那个极净的分别心。那么也就是有这一念的迷情的因素呢，就招感了果报，由果报当中又产生另一念的迷情，而构成的一种三有的循环。那么即出世间声闻缘觉，那么二乘人心中也有迷情啊，他离开的一念心追求心外的一个偏空的极静的涅槃，这个也是他的迷情啊，他也是不喜欢安住在现前一念心性的啊。所以佛陀做一个总结啊，总而言之，凡夫跟二乘的最大的毛病呢，就是以自己
狭隘有限量的这个分别心呢，来测度如来的无上菩提。这个以所知心，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前面讲过了，就是凡夫跟二乘的迷情啊。凡夫着在有相的地方，那么二乘执着在偏空的地方啊。总而言之，都是一念的向外攀岩啊。那么以这种向外攀岩的心来测度如来的无上菩提呢？这个无上菩提，偶益大师解释呢，就是前面所说的，我们一念心性具足啊。言三地理啊，即空即假即中言三地理啊。那么用世界的分别的语言呢、啊，来想象佛陀的自见啊。这个佛陀的自见是业的智慧啊，就是空假中三观呢、啊。前面的无上菩提是业的如如理啊，就是讲这个真谛、熟谛、中谛的道理、啊。那么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佛陀意思是说啊。凡夫修习五戒十善也没有错，二乘人修四谛十二因缘也没错，错不在他的法门，而是他的心态有问题。心态决定我们的状态嘛，啊，所以这个地方佛陀呵责的正是凡夫跟二乘的心态啊，没有真实的把心带回家，就造成的这样子的流转跟一个偏空涅槃的产生啊。这一下讲出一个譬喻。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旨，终不能化。说是讲出一个譬喻，说啊，在古代啊，有四种非常精致美妙的乐器啊。你看琴瑟箜篌琵琶这四种乐器，这四种乐器被这个工匠做出来的时候啊，它的确是具足美妙的音声。那么这个美妙的音声，但是你如果没有一个啊非常善巧的指头啊，没有正确的方法来弹它的话呢，这个音声是表现不出来的。那么这个琴瑟箜篌是指的我们众生本具的一念心性，那么具足妙音呢，就表示它具足了言三地理，它本身的功德就具足离一切相及一切法的功德。那么为什么这功德不能显现呢？是因为我们没有真实的去产生正确的观照啊，一念的向外攀岩，所以变成这个功德啊不能显现啊。我们看第三段的和华，如以众生亦不如是，宝觉真心各个圆满，如我暗指海印方光，如占己心，尘劳先起，犹不勤学无上觉道，爱念小乘得少为足。那么这段呢，是把前面两段做个总结的，说如这个地方如指的是富罗那尊者乃至于整个二乘的无学，这个众生呢包括整个凡夫外道，那么他们的共同点呢，就是宝觉真心各个圆满。这个宝啊，指的是我们心中的光明，这个觉指的是觉性呢 啊就是我们这念心性本来具足光明，本来具足觉性的，而这样子呢是圆满的啊，没有欠缺啊，可以说再凡不减啊，再圣不增啊。那么这样一个圆满的心性跟诸佛是平等无差别的，但是佛陀在用这念心性的时候，佛陀呢如我暗指海印方光，佛陀他在使用这念心性的时候啊，他手指轻轻一按，表示佛陀的起心动念几手陀足呢，都跟海印三昧相应。海印三昧呢，是指的整个这个三入此三昧呢，一切的世间法，一切的出世间法都能够如实的显现，像大海能够显现万物一样，有种种的啊世事无碍的境界。就佛陀在用这念心性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海印三昧的世事无碍，而佛我们凡夫在使用这念心性的时候呢，是起心动念啊，尘劳先起，产生给自己创造很多的烦恼跟障碍。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我们刚开始修学佛法，就没有真实的了解大乘的言三地理，而升起回光返照，
只是爱念这个人天果报，或者爱念小乘的偏空涅槃啊，那么得少为主。因为我们心中啊向外攀岩，得到一个啊人天的安乐相，得到一个偏空的极尽相，就整个相状不得了了，就把这个心性给放弃了啊，弄到最后自己障碍重重啊。那么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啊，就像一个琴一样，这个琴它本来是可以弹出很好很好的音声，但是我们没有正确的方法，就把声音弹得很差了。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就讲到这个方法是很重要的啊，说观照力是很重要啊。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啊，说我们每天持大悲咒，大悲咒是总持观世音菩萨所有的功德，那就不得了。那么为什么观世音菩萨持大悲咒的时候，一持的时候不得了，总成就种种的啊，说是海印三昧啊，无量无边的波罗蜜。那我们在持大悲咒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大悲咒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啊，效果很有限。我们这一念心也没有比观世音菩萨的心差，大悲咒也是那个大悲咒。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那么按这段经文的意思啊，就是我们没有去做一个正确的观照，没有正确的去回光返照我们这念心啊，这个所谓的三谛理啊，如实空，所谓何其自性本质清净，何其自性本质具足，没有这样的一种微密观照。前几年有一个西藏的法王啊，来台湾传法，传一个观音法门，当然他主要就是持大悲咒嘛，持这个观音的本尊咒嘛。那么他在传法以后，很多记者问他说，你这个传什么法？西藏法王说啊，其实传的法很简单，就是你在持观世音菩萨本尊咒之前，你要相信你这一念心本来就具足观世音菩萨所有的功德，要从这一念心出发去持咒，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返归此法界。你整个修行都是这个观念哈，安住在这念心来持咒，那么假借这个咒仪，还是在开显我们的自性功德。这个托彼依正显我自性啊，称性起修，前修在心啊。印光大师常说啊，无不从此法界流，这个法界就是一念心啊，由我们这念心而发动的咒仪，整个咒仪还是在开显我们一念的心性啊，无不还归此法界。你用这个思想来持咒，你可以把这个咒的功德开显到最大的力量，就像你弹琴一样，你方法对了，它声音自然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地方当然佛陀已经把这个前面的三谛理讲得快完了，所以佛陀一再的强调啊，观照力是很重要的。所以维大师说啊，整个大乘佛法不离开理观跟事修，理观就像一个人的眼睛啊，事修就像一个人脚，如果没有理观的引导，我们事修啊就会变成事倍功半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啊强调的，凡夫二乘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观，虽然有一些啊布施持戒乃至于禅定智慧的善法，还是不能成就圆满的功德。那么应该怎么做理观呢？这以下第二段就非常重要了。第二，明迷悟因缘无性。那么这段经文等于是把前面的如来藏妙真如是言三谛理啊做一个总结了，就是他准备要讲修行方法了，所以把前面的观念做总结了啊。那么这段经文大家要很清楚，这个对你整个在修学念佛持咒拜佛的时候啊，你那个怎么去做微密观照啊，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我们把标题解释一下，明迷悟因缘无性。这个迷指的是整个九法界心中的惑业苦啊。那么这个悟呢，指的是十方诸佛的法身般若解脱啊。
那么无性呢，就是没有真实的体性。也就是说呢，十方诸佛之所以产生法身般若切脱呢，他那个本身也是一个因缘所生法。那么众生所产生的烦恼障、业障、报障，也是因缘所生法。从一个心性的本体来说呢，都是毕竟空寂的，都是离一切相的，它都是后来的因缘而有的。啊，那么这个思想后面佛陀就把它回归成两种思想，第一个达妄本空，第二个知真本有，来当作我们止观的一个主要观念。我们看这个地方分两段，一达满持从真妄因，二达阿难在止缘起。我们看第一段的悟一，达满持从真妄因。那么满持止啊，就是富罗那尊者了。那么前面呢的经文，佛陀一再强调啊，说是啊十方诸佛因为被成合觉，所以产生了四十五外的功德；一切众生因为被觉合成，所以产生了成恼的相状。啊，就讲到这个凡夫的迷跟诸佛的悟，就产生的差别的果报。那么这个时候满持子就奇怪了，都为什么凡夫会产生迷惑呢？为什么诸佛就会产生觉悟呢？这个是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啊，为什么凡夫就会产生迷惑，那么诸佛就会产生这个觉悟？难道这个是先天造成的吗？好像说有些人就固定注定了一辈子要做凡夫，有些人注定一辈子要做恶乘，是不是有些人一辈子他就一定可以成佛？那是不是有他的自信可言呢？啊，问他这个地方主要是问啊，凡夫他为什么会产生迷惑呢？啊，问这个迷惑的原因在哪里？啊，那么这个地方有问跟答，我们看问的地方。感觉文，富罗那言：我以如来宝劫严明真妙净心无二圆满，而我习造无始妄想，久在轮回，今得圣称，犹未接近。世尊，诸妄一切缘灭，独妙真常。敢问如来，一切众生何因有妄，自蔽妙明，受此轮逆？那么富罗那尊者，他听过前面的开示以后啊，他得到一个结论。他说啊，我现在知道了，我们跟十方诸佛啊，这一念心性啊，这个觉悟清净的心体啊，可以说是无二无别，个个圆满啊。说再凡不减，再生不增啊，这一点我彻底的明白了。那么这个体性上当然是圆满，但作用就有差别了。但是事实上呢，从因缘上呢，我跟一切众生呢，却遭受了无始妄想的误导啊。我们这念心啊，是心随妄转啊，向外攀岩啊，所以长久以来在三界六道轮回当中。我现在虽然透过修四谛法门而成就的小乘的阿罗汉果，但是还没有把心性的究竟功德开显出来。啊，就是我们啊，凡夫二乘啊，其实都没有把心性的功德显现出来。而身为十方诸佛呢，就是诸妄一切缘灭，这个地方指的是断德。佛陀用这个空观的智慧啊，消灭一切的妄想啊，能够离一切相。那么独妙真常指的是佛陀的智德，佛陀又在空观当中，在本来无一物当中呢，升起假观，又安立了种种佛法的假名假相假用呢，来成就自己种种的波罗蜜，这个讲智德圆满。那么佛陀能够成就断智圆满，因为断德的关系而成就大涅槃，因为智德的关系而成就大菩提的。所以怎么会有这么多差别呢？啊，所以敢问如来，就请问如来，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会产生妄想呢？佛陀为什么就不产生妄想呢？这个问题在哪里呢？那么我们凡夫的妄想而遮蔽了自己心中的光明啊，
那受持三界的果报。佛陀前面一再的强调啊，凡夫因为一念的迷而产生生死的轮回，佛陀因为一念的悟而成就功德庄严。那么这个地方就问了，那么凡夫那个迷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因缘而产生迷惑的？还要把这个根源找出来了啊，要不然就不能断了啊。看佛陀回答，佛陀回答当中分两段了，第一段是名妄本无因，二名真义无德，这两段太重要了啊，整个止观的回归处了啊。第一个说明众生的无名妄想是根本就没有原因的。我们一再强调，一个东西的升起它是有原因的，你从什么地方来，哦，它有一个升起的处所，那表示它有实体了。有实体的东西你就断不了了，你顶多只是让它调伏下来，让伤害程度降到最低而已。但事实上这个是没有实体的，所以换句话说，不管你烦恼多重，你一定可以把它消灭。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实体，它只是一个虚妄相啊。它只就是一念的迷起啊，妄本无因，因迷故有啊，它只是一念的迷起啊。那这个地方就讲到整个楞严经的回光返照的时候，第一个观念达妄本空啊。我们看佛陀怎么去发挥达妄本空的思想，看经文。佛告富罗那，如虽除疑，疑惑未尽，我以世间现前诸事，今复问如，如岂不闻示罗成桌眼罗达多，呼以成招，以尽照面，矮尽中头，眉目可见，称者几头不见面目，以为痴昧，无状狂走，以意迎合，此人何因无故狂走？富罗那言，世人心狂，各无他故。佛陀这一下等于讲出一个比喻了。佛陀说啊，如虽除疑，你现在对于这个性相不二的道理啊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对维系的疑惑，对这个达妄本空啊，妄本无因的迷惑还没有去除。那这个道理当然是很甚深啊，那我只好用一个世间上现前已经发生的事实啊来告诉你。佛陀说啊，富罗那尊者，你有没有听说过过去在世罗华城啊发生过一件事情，说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叫眼罗达多啊，那么他有一天睡醒以后啊，早晨起床啊，睡醒以后啊，精神饱满啊，再到这个浴室去用镜子来照自己的面目，那么照一照的时候呢，他突然间呢升起一念的痴狂之心，就爱着镜中的头的影像。因为我们去照镜子，头面对镜子，在镜子上产生一个头的影像了，那么他对这个镜子上这个头的影像啊特别的爱着，他认为这个就是他生命的全部了。因为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感觉到呢这个镜子的影像啊非常清楚，眉毛眼睛啊鼻子嘴巴非常清楚。这个时候呢他反过来啊来责备自己啊真正的头。他说啊，你看镜中的头多好，我一看看得清清楚楚。我这个头，我的头啊一点用都没有，我看不到我自己的头。所以他呢称者几头不见面目。说我宁可爱镜中的头，我也不爱我真实的头。那么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颠倒痴狂之心以后啊，以为痴昧，他就认为说他的头不见了，或者他头根本就没有用，我的头怎么会长在镜子上面呢？那么这个时候啊，一念的向外攀岩以后呢，他就认为自己是一个痴昧，自己是一个旷野中的野鬼啊，就整个发狂啊，那么到处的奔走啊，就问人家说啊，你有没有见到我的头呢？啊，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那么佛陀就问这个富罗那尊者说，这个人啊，阎罗达多啊，他
什么样的因缘使令他痴狂而奔走呢？波罗那说啊，这个人之所以奔走啊，只就是一念的痴狂之心，没有其他的原因。因为他早上睡起来好好的嘛，啊，精神饱满嘛，他就是去照镜子的时候，突然看到镜子里面产生一个影像，他就喜欢那个影像，然后就不喜欢自己的头嘛。那这个那有什么原因呢？只就是一念的迷起。好，好，那我们把这个譬喻呢做一个疏通。我维大师说呢，这个眼罗达多呢指的是一切众生呢，这个头呢就是我们众生本具的现前业习性。他去照镜子啊，这个用镜子来照这个脸啊，就是一念的无明妄动啊，心外攀岩。那见到镜子上面的影像呢，就指得我们迷真起妄产生的三系的烦恼，阿赖耶识就产生。产生了镜中的影像以后，又喜欢它，又爱镜中头。前面是迷真起妄，这一下又执妄为真了、啊，产生第六意识爱取及造业，最后到处狂走。那么到处狂走就指的是众生的六道轮回。所以追根究底，众生为什么会把心性弄到这个份上？就是最初的一念迷情，就是一念的心外攀缘啊，这是一个讲到这个根源，就是一念的向外攀缘的迷惑心，其他没有任何原因的。好，我们看心二的玄法。佛言：妙觉迷言，本言迷妙，既称为妄，因何有因？若有所因，因何迷妄？啊，这个做一个总标了。佛陀说呢，我们众生本具的妙觉啊，这个妙觉，我为大师解释呢，是集而常照啊，强调是如如智啊，众生本具的如如智啊。那迷言呢，是指的只照而常集，是众生本具的如如理啊。那么这个如如理跟如如智呢，本来是啊圆满，本来是具足而不假修德，是本来具足的。那么这个妄想呢，既然称为虚妄的妄想，它怎么有原因呢？假设妄想它有它升起的原因，就表示它有实体咯，有实体的东西又怎么能够称为妄呢？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九法界轮转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都是被妄想所误导。如果妄想有实体，那就糟糕了，就糟糕了。凡夫永远是凡夫，阿罗汉你一辈子就做阿罗汉，你是菩萨你就永远做菩萨，你没有改变的机会，因为妄想是有实体，你不能够卸脱它，你改变不了它。那么这个地方是说达妄本空，是说妄想是没有实体的，只就是一念的迷情，这一念迷情只要你升起微密的观照，把它啪照破以后，它就醒过来了啊。那么这一下佛陀就开示啊，说为什么妄想是没有实体啊？看第二段跟第三段，自诸妄想辗转相因呢，从迷及迷，以利成劫，虽佛发明犹不能烦。如是迷因，因迷自由，是迷无因，妄无所依。尚无有生，亦何为灭？得菩提者，如悟实人说梦中事，心中精明，亦何因缘起梦中悟？啊，他说啊，讲到这个妄想的，它的一个作用啊，它的作用也是很可怕的啊。先讲它的作用的可怕，说凡夫呢，因为有这个妄想啊，然后呢，产生一种辗转的作用，而产生的。三系六出才有所谓的三界六道轮回的果报。就是为什么会有三界呢？为什么会有地狱呢？其实就是我们过去的妄想创造出来的啊。那么这个创造出来以后啊，会产生什么问题呢？会产生一种辗转的力量，辗转的力量就是所谓的从迷以积迷。因为我们过去打的某一种妄想
好，今生就出现的这样的果报，而我们对这个果报又产生同样的妄想，又会产生来生的果报，这个就是愁迷机迷呢。本来是因为过去的迷而产生现在的果报，那么现在的果报又产生现在的迷，又产生未来的果报，这样子就造成一种轮回的相续的力量，所以经历的很多很多的沉淀劫啊。那么现在听到佛陀的发明这个所谓何其自性本质清净，何其自性本质具足的道理呢，我们还是不敢去回光返照，还是不敢去直下承担，好像说还是离不开妄想这是一种习惯的辗转的一种力量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妄想的作用的确在我们心中是很强大的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以下讲出妄想的根源但是它的力量虽然大，但是到底这个妄想的根源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呢？你从什么地方而来呢？如是迷因，因迷自有。其实这个总无量无边的妄想，其实就是一念的向外攀岩的迷情而已。那么是迷无因，妄无所依。假设我们能够真实的根据楞严经的指示回观返照，所谓的正念真如，真实的观察达妄本空，所谓的何其自性本质清净，这个时候整个妄想它就没有一个依止的处所。所以其实妄想呢，尚无有生，因何有灭呢？我们这个妄想其实它最初连升起的因都没有，又如何去消灭它呢？所以说一个真正证得无上菩提的一个成佛的一个所谓的十方诸佛当他成佛以后，他开始去回忆他过去做凡夫的时候就好像什么景象呢？就好像悟时人说梦中时，就像一个醒过来的人，他去回忆他过去所做的梦那么这个梦呢，心中虽然精明，即使这个诸佛有很多很多的殊胜的善巧的智慧，但是意和因缘起梦中悟，他又怎么能够很清楚的把自己梦中的人事来指示使令他人去了解呢？因为梦中的事本来就是没有的，只就是一念的梦心，因为你睡觉的产生一念的梦心，所以产生很多的人事，你醒过来的时候那个梦心消灭了，就密是了不可得的。因为我们 睡醒了以后，因为刚刚做了很多梦，但是你可以把梦境告诉别人吗？没办法。也就是说呢，其实修行就是我们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个地方我们在忏悔业障的时候扮演重要的角色。一个人，你看一个人我们是带着烦恼跟业障来修学的，每一个人都是，就像上帝说的，每一个人都有罪，这句话讲句话是对的我们是有罪，所以才来轮回，这是事实但是有罪呢，有些人进步很快，有些人进步很慢，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就方法有问题了。你看有些人他烦恼很重，他修了几年以后，他整个转过来，你跟他接触都没有烦恼的味道。有些人烦恼很重，十年后你看他烦恼还是很重，没什么改变，他就是每天就是做功课，但是你看他烦恼还是很重，就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关键呢，我回答是说，说在真实的忏悔在于这个密知了不可得，是真实的忏悔。我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弟子叫央杰摩罗，这个央杰摩罗他本来是住在四罗伐城的一个外道，那么他受他师父的错误的引导他师父说你要去杀1000个人，然后把他的这个指头把它串成一个花幔挂在胸前，我才告诉你一个修习涅槃的法门。
结果他杀了999人啊，整个杀到整个嗔心啊，达到极限的。然后他就是杀到整个城市大家都不敢出来，跑的跑，躲的躲，看不到人，还差一个人，就想到要去查到自己的家里的母亲。所以这个慈悲的佛陀就知道了，就过来引导他。那么他去追佛陀的时候，佛陀就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走得慢佛陀就走得慢，他走得快佛陀就走得快。所以他就很紧张啊，哎，沙门你停下停下。佛陀说我早就停下了，你还没有停下来。所以这个时候佛陀给他开示这个佛法以后啊，他就产生回光返照，一念的回光返照，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个时候呢，他整个烦恼就熄灭，向佛陀忏悔，后来出家以后今生证得四果阿罗汉。这个人杀了今生杀了999个人，还证得阿罗汉果。如果这个烦恼是真实的体性的话，他怎么做得到的？他怎么做到？乃至于我们净土中待业往生，我们无量劫来造了多这么多杀盗淫妄的罪业，我们为什么能够往生到净土去？这个诸位要想想看。因为烦恼跟罪业都不真实。因为你梦境里面，你看你在做梦的时候，这跟真的一样，醒过来，你这了不可得。当然这个关键点就是你要能够回光返照。我们前面说过哈，你要没有回光返照，那这个烦恼变成怎么样？我们看经文就知道，前面那一段哈，自诸妄想辗转相应，从迷积迷，以力成劫，虽佛发明犹不能返。烦恼在我们的心中，到底它的势力是很强大还是很羸弱，就看你自己会不会关照。你要随顺它，那就不得了。你要是顺着它的因缘去向外攀缘，那它是大的不得了。但是烦恼最怕一件事情，你一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他就完了。身为一个没有根源的妄想啊，他最怕你回光返照。你问他一句话就好，你从什么地方来，密之了不可得，这个就是安心的处所啊，这就是一个灭罪的处所啊。那这个地方呢啊，好，我们做一个总结哈。恍惚无印，本无所有，如彼城中阎罗达多，岂有因缘自不图着，忽然狂邪，头非外得，从未歇狂，亦何意思？富罗那，妄信如是，因何为在？那么也就是说呢，既然梦中的事情都不能指示，何况是无因缘而升起的妄想呢？它是本来就不存在的。那么这种情况就好像释罗伐真的阎罗达多啊，他哪有什么真实的因缘而升起痴狂之心而到处奔走呢？只就是一念的迷情使令他奔走的嘛。如果他能够一念回光返照，问他你为什么痴狂，这个痴狂心从什么地方而来，只要一念的回光返照而熄灭痴狂啊，那么他的头啊本来就不必从外面而得，因为他从来没有失掉啊。纵然在这个没有歇息痴狂之心的时候，其实他的头部也没有遗失掉。富罗那尊，无明妄想的体性本来如是啊，哪有什么真实的原因呢？只就是一念的迷情，还有我们一念的随顺，所以他才升起的。好，那么到这个地方，我们整个首楞严三昧的第一个观念达妄本空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好，休息10分钟。